在我们后续的相关的运作，我们永援会也会跟其他各派系做出最友好的互动。如果有跑民进党中央党部就晓得，永援会在一方面我们没有年底的县市长候选人，所以我们在中常会也好，选对会也好，我们人缘还蛮不错的，我们基本上是在里面扮演了比较调和的角色，所以永援会并不是去影响其他派系运作的一个团体。以我们在大安文山区，我们推出赵宜翔口译哥来参选议员，我们就让我们的成员阮昭雄议员宣布不选，把空间挪出来，避免去压缩其他人的空间，这就是永援会的做法。所以我们谢谢各位的关心，那我们会更加的团结，永援会会更加的按照制度的运作。那至于三立电视台，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媒体，三立电视台里面的股东结构、里面的经营、媒体的管理，我们永援会或者我们任何团体都无法去给予意见，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媒体，是一个注重本土价值的好媒体。所以去预测永援会跟三立电视台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不及无稽哈，而且无聊哈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台董的身后事的处理上，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三立的人、永援会的人，我们充分发挥了合作，然后在共同的平台上资讯的分享，我们希望让林坤海董事长他一辈子很精彩，我们希望他最后这段路也可以非常精彩、非常漂亮的，我们跟他说再见。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在做的事情。